不累的话可以继续喊。曼陀罗和 Believer 是今年新专辑的两首新歌啊，就是怕你们来看我的演唱会太过于沉闷了，所以立马做了两首摇滚的歌。为什么听完了以后呢，你们的屁股还坐在凳子上？注意安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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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安全。然后 Believer 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叫信纸，你只领悟了第一层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其实是还有一个意思是，其实很感动啊，一直以来收到了很多朋友写给我的信件，这一封封五红字一封封信，其实就是支撑了我的信念，所以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。因为人我也不是说这个铁人，我也会有难过的时候，或者不开心的时候，或者想放弃的时候，但是呢，看到你们的一封封信，看到你们激励的言语，然后我时常告诉自己不能够让你们失望。然后呢，大家热情竟然都已经这么高涨，那就唱一首抒情歌让大家冷静一下。里面没衣服了，不要抬这种庸俗的东西。热身一下，全部脱下，脱掉，脱掉，脱掉，戒指脱掉。好了，接下来一首，冰川消失那天送给现场所有的观众。啊，你们站的都挤得这么前面，后面的观众朋友看不见了怎么办？下。时空暂停，剧情后退。